塞，各位，很漂亮哎，这盘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会送龙虾。很美式的做法，就是美式的手抓海鲜哦，好大一只哦！海鲜桶里面的食材蛮多的，有波士顿龙虾、大鱿鱼、大白虾、纽西兰淡菜、蛤蜊、德国香肠、新鲜洋芋、杏鲍菇、花椰菜跟甜玉米。好，那我先戴好手铐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士顿龙虾，很大只哎，很豪迈的。哦，龙虾里面满满的虾膏，汤汁流下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它那个汁一直在滴耶。哦，哇塞，各位，这个太疯狂了，很漂亮耶，这盘。这个12个酱汁哦，汤匙上面呢都有它的名字，很贴心。我看到你拿了这个松露白玉酱，哇，通常一般都是配甜酱汁、番茄酱或者是芥末酱嘛，它这个好处就是有12个酱汁轮流吃，所以你吃不腻，吃到第12个酱汁还在开胃中哎。我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酱汁，火龙果优格，哎，这个很酷哎，这很可爱。而且老板说都是天然，他们是特调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很邪恶的画面，就是这个 cheese 条哦，里面真的是超满的 cheese 哎。感觉吃不完的它 cheese 很长，很开心。cheese 条跟这个塔塔酱超搭，哇！广岛牡蛎，广岛牡蛎，你觉得搭配什么酱比较好？它这个松露。好，我搭配松露哦。嗯，太搭了。它那个牡蛎也是很 juicy 哦，里面还会爆浆的。它的虾子其实已经去壳了耶，我刚刚以为是要自己剥壳的。好，这个虾子呢，我想沾一个香茅薄荷酱，香茅跟薄荷两个香气不是很重的吗？闻到了，嗯，这个很东南亚风的感觉。嗯，看到一个鬼椒辣酱，没想到这12个酱汁里面竟然有一个我很爱的辣酱，我先淋上一点鸡翅的。来试试看这个沾了鬼椒辣酱的，因为它的辣酱其实有搭配一些甜酱汁，所以有点甜辣的感觉，也是那种很舒服的辣，哎，不会是说那种辣到不舒服的。我觉得它的酱汁有些带清爽的口味，真的是跟炸物很搭，因为炸物吃多有时候会腻嘛，就很适合搭配不同口味的酱汁，就会让那个口味更加的清爽。我们已经用餐结束了，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用餐心得。我觉得这一家的海鲜料理啊，非常适合像那种同学聚餐啊、家庭啊、同事啊、好朋友等等的。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吃海鲜的话呢，想要揪朋友一起来享用，像下个月就是圣诞节嘛，哎，可以来这边庆祝一下哦。